现在欣赏完了天台圣宫圣乐团所带来的三首曲目，可以体会到我们中国乐器在指挥老师的带动下交织成一片如诗如画的表演。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换一下心情，来听听西洋乐曲一贯道交响乐团的演出。一贯道交响乐团从去年8月1日成立至今，团员大约有30余位，团员小至8岁，上至50岁，目的为培养到场优秀的音乐人才。现任的音乐总监为涂江源办事员，团长为陈冠霖前弦，副团长为黄大玉前弦。那现在就由我们一贯道交响乐团为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曲子《一家人》。
紧接着第二首曲目《桃花过渡》，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欣赏。是一首台湾民谣，原属江南平原的车鼓调。歌词描述桃花小姐想过河，与撑船舶搭翠沟的逗趣。经陈冠霖填写改编为管弦乐曲，听起来更是轻松愉快。现在我们来欣赏交响乐团最后一首曲子《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一首经典老歌，相信各位前弦一定也不陌生。修办到这条路上，就像这首歌词所说的一样，会遇上很多的风风雨雨，但修办的心是不会改变的。最后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代表交响乐团对各位的爱，献给各位。那我们欢迎黄大玉副团长。好，前人要副领导点师，各位点人师，各位坛主，各位坛主娘，各位道亲，大家道安。还有六龟的分局长，哎，所长，哎，各位前贤道安。那今年是后雪在这里表演的第二年。那去年呢，还记得我们有教大卫各位前贤唱一首曲子，还记得是哪一首吗？哇！真人记得上好，唱上大声，咱甲真人鼓励一下好不好？好。那今年呢，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前贤跟我们唱一首曲子。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主持人教我们唱什么？玫瑰，玫瑰，对不对？应该很清楚吧？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典老歌。那等一下后雪呢，希望大家跟我们唱三个字就好。等一下候选呢，举起我的左手的时候，由我们的前道唱我，然后我举起右手的时候，由我们的坤道唱爱，然后我举起双手的时候呢，哇，大家都做地虎耶。好，那我们先彩排一次好不好？好，玫瑰，嘿，玫瑰，嘿，我好，这个声音想细声，好，
表示这样子我们不够爱的感觉，爱在心口难开，不行，我们要爱在心口，嘴巴打开。好，好，来再一次哈。玫瑰，嘿，玫瑰，嘿，我。马喜雄说一下，那个上次我们在天台彩排的时候呢，蔡典团师呢有跟后学讲了一次，一定要这样子拎在唱大声，红包才分得出去。好，那是要怎么唱呢？我们蔡典团师呢帮我们改成前任前任。大声的，再给各位鼓励一下。好，那候选呢？诚惶诚恐，然后教候选的教授呢，去年送给候选八个字，那候选呢很有感触，站在这个舞台，今年又站在这个舞台，觉得感触非常深。八字真言也候选也送给各位前选，一个是第一个是愿景、决心。信心、感恩，然后后续再讲一次愿景、决心、信心、感恩。然后去年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我们的前人发了我们这个愿景，说我们一定要成立什么交响乐团。那我们今年是不是成立了？这就是前人的愿景。那有这个决心，我们就做了。刚刚各位前显有听到我们表演了两首，有没有信心？那现在最后一首要由我们各位团员对大家的感恩。那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呢，就送给各位前显。那后续不多说了。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一贯到交响乐团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一贯道交响乐团所带来的演出。